那这个推上去上，啊，这个推下来，往这边它高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可是它第二笔啊，它不要跟着它了，它直直降，然后下来，下来的时候它比较低，它完全没有问题啊。这笔啊，它是向下了，其实这笔向下，向平走也可以，这笔。 一般上不会要向上，因为一般上你向上，很可能出现这个问题，为什么吗？哦，也是走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通常行出这边都是向下，向下如果你向上的话，它就形成这个，偶然可以，可是啊，另外也少，就是说，拿这种笔啊。 它虽然是符合，可是这种就是这个，它很少向下的，哦，很少，所以它多数，所以因为客观上我们这边一般上我们走这个就比较安全，这个横横画，这边看到吗？左边长，右边短，看到吗？从这边推上去。 左边的右边短，啊，它中间写的时候，它没办法保住它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树比在那边，所以我们就不管它，推下来。那这一弯是这样的，这样走，往那跳上去，看到一点点，看到吗？一点点，好，往这边它走，这边下来，回去，这边下来。 下来，它的主要的是在哪里？主要的是在这边。哦，那这个就变成说它是树比长的，所以就不大。不过整体它这两点，它这个是牵丝，牵丝可有可无，就是它写的时候它是这边了，这边牵了，这牵你要也可以，一边也可以。在你写的时候，就但我们有没有讲过？ 坐船的，这个是什么？坐船对不对？坐船的话，这边通常不要太多，这边可以对齐，哦，这边对齐，因为这边太多的话，它没有地方点，是多余的，这边啊，这边。 哦，这个一点，这边，这边啊，上面这点呢、啊，是不知道哪里飞来的。哦，这边，你看、啊，就算这一点呢、啊，它压的话，它也压住。哦，这一点啊，觉得，去，你看、啊、那这边走了、啊，好像。 这边这样走，往这边，你看着这个，一过两个，三个，一下来，过来这边，你看到最后一画看到吗？它突然按下去，哦，看到吗？这画，如果它直直走的话，它就形成什么？如果它直直走了，它就形成。 那就形成这样，这样的话就是不很理想，啊、哦，因为它自信就变成这样。它是先走这个，然后这边走过来，哦，完了，它这边牵下来，这个牵丝可要的，这个不用钱，啊、哦，往这边按，走，这边是一个短树，哦，它按得很重，然后这边呢，两点，按得很重。 过来了，过来，啊，你再注意一下，这边这个也不可以太长，这个你拉长一点那没关系，这边不要拉太长，抓在这边，从这边拉，推上去，往这边一点，这边一点，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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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边下来，你看，按得很重，哦，不要给它太虚。